大家好，难得学校假期开始，带小朋友出来吃喝玩乐，顺便也是放松心情休息一下。现在来这边看电影，记得上一次来看电影应该有整年多了没有来。Hello， 你拿什么？公公。你拿什么？汽水。啊、汽水去哪里？那去哪里？电影院。2 hours later。现在后面超重了，因为这个火车小孩子可以坐，大人可以陪同，所以我们现在坐在尾端。哎呦妈！火车现在很吃力。我的嫦娥，现在傍晚了，肚子饿了，就来吃 McDonald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